要死，半逼。半逼了。中毒吗？嗯，没有哎、欸，刚大扣哎、欸，我把这个毒出来了，大扣，刚刚直接扣了四个吧，感觉是被斧头劈到，然后再就换鬼鬼受伤。那对，有可能是被打，不然就是鬼怕爆炸逃离了之类的，鬼怕爆炸然后跑掉，反正他半颗应该是跑掉摔倒了。哦，再做一点木棒。这边洞比较大，这边洞比较大是不是？哎呦，是不是又有？哦，对，后面有，我刚没注意到。对，这个洞，前面那个左边有两只苦力怕，比较远。左边？对，我刚看那边。哦好。然后我听到哭右边吗？对，我听到哭公声了。我听到哭公声。那我不知道在哪边。我今晚在外面钓鱼哦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左边有三只普利帕。我这边没有怪物。你先探那边吧。如果普利帕爆了，就让他爆。哦，有。小心小心小心。哈，会太多吗？一只僵尸，一只枯弓，但只有枯弓过来。好，我自己硬库。OK。哦，好，有骨头。嗯，转角岔入遇到岸，那边的怪好多、哦，僵尸看到我。嗯，怪多，能收集的资源也多，不算坏。好，先把僵尸吸引过来。嗯，我过来吗？过来啊。你有什么疑问吗？哦，怪来了，因为怪很多。我怪很多，我要去帮忙吗？嗯，不用。哦，好，那我继续探我这边。小僵尸，半个，三个，两个，可能要。六个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来帮你。你慢慢退回来，我先打。慢慢拉。我盾还有半，可以。哎，没事。你有炸被炸到吗？没有，有反应过来。好，等下重新做一个盾。哦，他打我了，你先把盾干掉。啊。好，换你。嗯。打不到。推不到。推不到啦！欸，真的很难挥。挥不到。1.8。好。哦，打了，有，好，安全。好像没什么问题。Okay、就右边怪还蛮多的啦，左边怪还蛮多的。哦，有绿宝石。欸，收集七颗绿宝石。哎呦，左边我觉得很难探，因为有护工，然后那边有助岩浆，刚好在右边火焰剑。然后我先回去一下，做个新的盾牌。好。嗯，哦，哎呦哎呦，瞬移苦力怕，嗯，播个广告，好，广告，哦，守卫大师枯弓，有解决。没有怪了，安全 safe。嗯，好，我一百只。啊，算了，到下面去弄。嗯，来啊，来跟我玩。什么洞口没有毒啊？毒什么洞口？你说我们那边的洞口吗？有吧，应该有毒吧。没有毒啊，反正是队友死，不是我死啊。
啊，没关系，还有两条岔路啊，所以还不知道他们会走到哪里去，如果被发现了。干嘛？我这边找到，天然洞。蜘蛛。不是天然洞，是天然洞口。找到一条出去的路，绝怕。跟下。那他们死掉的话，我会替他们报仇，我会陪他们一起下地狱。玩两人三角，不，三人四角。两人四角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好吗？很好。一个铁多，坏了。哎呦，真转角遇到爱妖术。今天怎么一直在上演那么气？还好都挡下来了。对啊，有打算附魔，我们要有甘蔗啊！都要先杀巧克力那一对啊！听说巧克力有甘蔗啊！哦，不行，我觉得我今天受不了这样。这样，因为那个汤真很常从背后来。我挖一块铁，然后掉出一只苦力怕。哒哒。哦，心脏受不了。心脏弱。哇哇哇哇哇！你还好吗？没事，可是刚刚不好，不好，要帮忙吗？还行。哦，好，那我去，有点远。奇怪了，那精怪好多，那黑象可能也在附近，不然的话，那是花，不然应该不会那么超亮。哦嘞。这边堵住，这边不看了，太可怕了。哦，开始挖。怪真太多。好，我这边 safe 了，你那边呢？还没，这边两个洞，所以我刚被另外有过去来帮你。我另外刚屁股被偷袭。觉得怕。咳一下痰。好，看来后面不会有东西。我有痰水了，不好意思。哼声。我是觉得，我望你不要来好了，这个洞没办法。那就封起来吧。等怪物清除再去啊。快早上了，我们可以准备几只骨头去养狗。养养狗狗。给谁养？给杰瑞养。杰瑞，你要养吗？我想养猫，没有。你想养猫？好。我现在不是问你领养，我是说买块。哎呦，惊悚！你养啊，因为我怕我会不到你。那你那边有多少骨头？有三根。有三根，我这边有两根、五根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弄到两只？有机会吧？有机会啊，有一只也好啦，其实。我这边看一下。没东西就去找你，好，没东西。你给个钓，给钓个钓竿起来吧，钓竿快爆了钓竿快爆了。哎呦，好，看桌。哇，你这样子。你们真是很低能。杰瑞，你把那个门口堵住，但是前上面有几块铁，真的好诱惑啊，杰瑞。我是因为现在钓鱼才能看聊天室，不然你们这样我都被你钓，跟你们讲。好，请说。杰瑞，请说。啊，你说上面几块铁的意思？
就是你堵住的那个洞啊，它上面有六块铁，你好诱人啊！哦，是啊，挖它，有啊有啊，我没注意到。嗯，嗯，哦，远处有破土，觉得怕。哦，好。还不错，28块铁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杰瑞，你现在还在探索，还是你在据点？我在据点。2088。2020。哇，红队剩一个了。泽平哭哭哦。哭哭。泽平上次好像也是，不对，那是法师。犯困的兔子，杰瑞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峡谷这边。哦，你在？你是说繁星的峡谷，还是你那边的峡谷？繁星的峡谷。繁星的峡谷。好，我回去找你们。先烧一下铁。对啊，零零死掉了。零零，20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泽平再被怪物杀的话，红队都是被怪物灭的。可以耶，那就是那一队就是雷王。雷王队吗？雷王队就全部都被怪物杀掉。我吃的雷王队。1、2、3。找，我看到杰瑞了。你们这边好暗哦。杰瑞不要干嘛？没有，我没看到你的头，然后看到你那个下半身抖来抖去，感觉好像一只鸡，很大的鸡。公傻。哎呀，有苦力怕。杰瑞先不要出来。好。四。五。哇，这边真的，看到上面有黄金，我想挖。我再上去啊。哦，你再上去。那你先把骨头丢给我，先去养狗。好，我等下到那层。我在你后面。然后我把弓跟箭矢给你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哇。对啊，我有刻意去做箭矢。快不行了啦，钓竿快爆了啦，连一个附魔钓竿也不钓给我。哎呦，我来做个铁桩好了。一个，两个，哎呦，不然按错了。三个，四个。再做个铁桩。What's wrong？ 是没钓竿啊，要爆了小哭。好。我忘了全身铁装对不对？对，我全铁了，你们都可以自由发挥，尽量用。反正我下面也有水源，我也不用带铁桶上去。好遥远呐、找狗狗。终于上来了，看看哈，狗狗，看到一只小兔，哦，唐唐去上厕所，回答，我
赶快打字。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加油加油，波浪服波浪服。感谢西定，加油，我努力啊，努力钓鱼。真都是钓鱼耶。